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Vinu，今天要带大家了解位于 B 栋区的一个新项目。那这个 project 呢，它是 bungalow，也就是独立式洋房啦。所以接下去我会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内部的一个格局以及装饰。好，Let's go。朋友们，那接下来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项目。首先，我们进门之后呢，就是一个玄关以及客厅。那这一间房呢，一共是有4个卧室以及3间浴室。那地大呢是70尺乘以80，那旁边两侧都有空地，以及后面都有空地啦。它是一个独立式。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间房，第一间房呢，你可以当做是你的个人工作室，或者小孩读书的房间，或者是书房。第二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卧室啦，那这个可以当做是小孩子的一个卧室，一个空间。再来也就是厨房的部分。那这个厨房也绝对宽大了。好的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饭厅的部分。那这个饭厅呢，也足够8个人的一个桌子是没有问题的哈。哦，那这一间家的格局是非常的适当。接下来就去到我们第三间的房间，那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双主人房吧。它两个空间都是一样大的啊，那有自己独立的厕所，还有呢，这间也是一样啊，可以当做是主人房或者是大儿子大女儿的房间，也有自己独立的一个浴室。好，朋友们，看完之后呢，如果想要了解更多，请联系以下的联络方式，让我带你去看房，以及告诉你更多的一些详情。好，今天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